种感觉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清了。现在默剧的感觉，哎，你把他脸都给遮了，脸是演技的一部分，看看。我们威廉啊，应该不是走演技派路线吧？哎呦，哎呦，眼睛眨呀眨，有可能哦，鼻头的部分，哦，太假了。做做的感觉吗？我让他们咬。好好好，来哦，多多。多多根本不用吃就可以哭啦，啊，他 OK 的。吃了吗？哦，好巧哦，好巧。怎么突然只有你有这种音效？真是，哎呦，好。不错，这四位的演出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我们再让你们找，可以找两个人再出来比一次，只能两个哦。小杰跟王子，小杰跟王子再试一次，大口的哦。小杰跟王子吗？对对对，他们需要大口了，好不好？小杰真的眼泛泪光，好来哦。有大口的感觉，哎呦，王子这个部分，哎，你们为什么觉得不是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多多跟我来讲一下，结果一下。好，哦，好，这两位这样子 OK 了吗？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弹射？我想咬啊，你都没咬，假，很假吗？所以你觉得有可能是王子，有可能是王子？好。答案啦，请选择哪一位是吃到真的芥末泡芙呢？谁？好，一二三，多多。哎，你不找这两个出来？是啊，不管多多。然后他们的视线，其实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多多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个好不好？这四位吃到真正芥末泡芙的，自己举手来哦，三、二、一。咬下去，而且你们真的有骗到他哎！小姐，感觉你吃的很美味，似乎瓦萨米还比泡芙好吃，下次帮你多几点好不啦？由于瓦萨米前锋小杰的好表现，两队战成一比一的平手喽。轮到模范队的 show time 了，帮帮队必须猜出谁的脚下踩了零下10度大冰块，四位男孩能够成功的骗过对手吗？帮帮队来猜一下，到底是谁踩在真正的冰块上？首先第一位是我们敖木泉。爽哦，可能是真的哦，可能就是傲犬哦。来，下一位，阿本罗迪，请站上来。哦，怎么可能？哇塞，好眼是吧？啊，有太假太假太帅！哇，到底是烫还是冰啊？这个感觉，哦，再来一个3秒，再来个5秒。有哈，哦，哎，我觉得阿本一开始觉得好像演得不像，后面有一点感觉哦，蛮像的。好，下一个谁？小马 ，Ready， 请这位。哎呦，哦，呀，皮肤白的人站在这种东西上面，很快脸就红了。看看他，他叫的国标，国标。小马那个啦，国标舞的那个。基本姿势来的，哦，有，3、2、1，好，哇，也蛮真的哦，怎么样比？你们觉得？就是小兵的，小兵先小兵吧，小兵好，先小兵，小兵，
小兵子们现在眼神闪烁，害怕。来，小兵请就位。站着我们冰块上面一杯狗。太厉害了！哇塞，有冰的感觉耶！快要尿出来了。谁不是在演？谁是真的踩在冰块上？二一 ，Go！ 时间到，来，请作答。阿本，猜的是阿本，都不会猜，不怪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公布答案，立刻。小富，你怎么猜得到？阿本太假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就要想怎么演了。哇塞，我看王子演的有心得，连说话都很像导演。回去好好教教阿本演戏喽。哇塞，是啊，那还是口香糖，让人看得一头雾水。拜托，五娘，你的气口是够，叮叮叮叮的感觉。叮叮 ，Go！ 哎，每个都好演，吃饭是不是？你看得出来到底谁的嘴巴真的吃了口香糖吗？棒棒糖男孩正式成局了。10月2号，小梁李老师爷，棒棒糖男孩出道记者会，在圆通饭店二楼。哎，到场1500名的朋友有精美的切饼海报，前50名还可以跟男孩们爱的抱抱。详情请上武大放的 TW 查询。喜欢棒棒糖男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啦。目前战况，棒棒队暂时2-1领先模范队。下一题是由棒棒队的4位成员中，只有一位正在吃口香糖，他们能演出嚼口香糖的感觉而不被识破吗？哇，哦，嚼的感觉，嗯，来，谁要先？虎牙先来哦，虎牙，我说3-2-1，你就好不好？拿下来就开始嚼哈，来，3-2-1 ，Go！拜托，虎牙不是吃的是，好像不是口香糖哦，好像是槟榔。槟榔哦，白包白叶。好，来下一位，捂起来捂起来。好，小富小富，3-2-1 ，Go！ 叮叮叮叮的感觉。什么嘛你？你吃的是什么芥末口香糖哦？还眼泛泪光，好，捂好来。下一位 ，Terry， 3-2-1 ，Go！ 哎，每个都好吃，饭是不是？你吃15颗在嘴巴里是不是啊 ，Terry？ 好，来捂好来，捂好来。下一位，最后一位，小杰啦，大家心里有谱了哈。小杰来，3-2-1 ，Go！哎呀哎呀，你也是吃芥末口香糖？哇塞，棒棒队，你们这是哪一国的口香糖？哎，嚼着嘴巴总能制服多样性，太夸张了！模范队这下可要伤脑筋了哦。有 conclusion 的吗？有，讲好了，来1、2、3，虎牙，虎牙，虎牙，好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吼从。啊，不是虎牙，我们再想一个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要不要了，不是虎牙。哎呀，模范队竟然被演技不太好的虎牙给骗了。哎，也不是小富吗？那应该是小杰吧？哎，竟然不是。答案就是我们 Terry 啦 ，Terry 的口香糖。呀，棒棒队又得一分，目前比数今天3-1，模范队得要加加油喽。下一题，模范队要演出坐在椅子上的感觉，4个人中只有1个人。